作为同修，咱学佛啦，是毋是有学得平安、学得自在呢？学佛上重要，就是会当得一个平安。啊，人生啊，烦恼偏多啊，也是啊，一种粗重的烦恼。这爱情，这拢总是烦恼。物欲、名利、地位，这嘛是烦恼啊。人生放不下，烦恼就多了。安怎样才会当通放得下呢？佛陀啊，用种种方便教育，让咱会当从浅入深，甲咱讲方法，让咱不断来分析，不断来应用，多一种的法。真正是会当下咱根基，会当适合咱的生活，真的都要看人家己好好来选择咯。日常生活中，咱无法度讨好接受，选择咱人生方向，咱会当行的路。所以咱伫七觉之的第一是得法菩提分，选择啦。当然啦，选择的道路方向那是正确。那安尼呢？咱就会当通分别人生啊，这个情爱，因为前面咱拢一直讲过去啊，无常啊，真多的无常变动，这是人生啊，世间的法则。咱也会当知影，这真自然的代志。就是啊，再深的情啊，再深的爱，总是有一天啊，那是同款无常，同款分离。那或者是物欲、名利、地位，哎呀，无常啊，何必计较？何必呢？争取呀！咱若会当了解，就这个道路正确，咱都袂去偏差。所以讲起来，安怎样会当予咱的心，当着外面的境界，而袂受这个境界呢？咱所爱，甲咱定掉哩。烦恼既然无法度，倘若互咱清心如意，那不如呢，都该除掉下去。这就是啊，咱面对着人生真多烦恼处理的方式。所以咱要选择的，就是觉，不是迷。所以
这选择这个法，真正爱正确哦。所以咱叫做得法觉之用。既然呢，得闻佛法啦，咱选择既然那正确啦，咱唔通停着生活，爱如法，会当如法的生活，这叫做精进。对着时间过，对着咱的心定代谢，咱的身体，其实咱的身体呢？是分秒中啊，都伫咧新陈代谢。咱的身体呢，是逐天逐天啊，都是啊，伫咧衰退。所以咱才有讲吼，生老病死嘛，老是随着时间行。所以，时日已过啊，命亦随。如小随意，所有好乐呢？咱若无好好把握时间，好亲像伫咧旧条链，好亲像头毛白白着火的时阵，爱赶紧紧甲搬掉去啦。咱赶快要救咱的慧命，也是安尼啊。烦恼现前的时阵，咱来赶紧紧消毒。烦恼现前，咱也未晓要消除啦。尽管咱听真济法，那这个法无入咱的心，就等于不如法。那安尼，法不自心嘛，咱的行为对着人我是非伫咧生灭啦，这是不是空过人生呢？空过的人生就是懈怠，唔只是空过，其实每一天呢，起心动念，无不是业嘛。所以，这业唔是正便是邪。所以讲起来，你若无精进懈怠啦，那就是叫做堕落。每一行法拢是有相对，所以咱若会当知影，咱选择着的道路，咱会晓正确去行去，那安尼呢叫做精进菩提分，安尼呢就是永灭的精神来行在。这个正法中，这个是精进啦。真欢喜，有当时阵，咱会感觉讲啊，代志遮济真烦呐，辛苦嘛，真忝嘛，啊，还阁做袂完的代志，啊，烦呐，又忝又烦。来，你若会当看草根菩提呀，真侪老菩萨呐。经过了几十年的辛苦，因的生活，身体嘛无好咯，那搁再有真多呢环境啊，啊
力嘛足大呀、啊。但是呢，因为当用着欢喜心，静静看到一位老菩萨，环保之间，走路拢是变形啦。但是呢，伊真欢喜，伊欢喜什么呢？啊，感恩哦！逐天我都有环保好做，我若无做环保，我唔知要创啥物。问伊讲，阿妈，你是做几年啦？啊，做真济年啊啦。那阿是，先话你哪会做甲遮欢喜呢？哦，师父讲这会当通救地球啊！师父讲。在粪扫甲收倒来呢，第一是修复啊，第二会当粪扫变黄金啊。搁再呢，黄金搁会当化清流啊，会当通救全世界的人的心啊。钱搁会当摕来，互师父做救人啊。哦，听看卖咧，问伊讲，啊老先生呢？哦，家在哦，伊都已经走去啊啦，几啊年啊？啊，我已经甲顾吼有六年的时间呢，我嘛已经真尽心啊啦，啊，我嘛真欢喜，有六年的时间好好我顾。啊，阿公是安怎？啊，伊都发病啦，啊，老人痴呆啦，啊，都吼。大行拢袂晓啊，到尾啊，大行拢袂晓。啊，我都安尼吼，陪伊安尼行六年呢。啊，有当时啊吼，嘛会甲我拍。问伊讲，啊，啥人阿公会甲你拍？伊讲医生讲爱复健啦，有当时爱甲伊牵起来，啊，伊都唔起来咧。啊，我都真用大力甲牵啦，牵起来叫伊徛好定哦。两只手爱去摸个壁人，伊个气性地呢，会甲我拍。啊，伫咧讲呢，伊嘛安尼笑眯眯呢。六年个时间，过去个生活辛苦，那经过了六年呢，再搁再，也都爱顾生活，也都爱顾老先生。那亲像囡仔呢？呀，亲像一个祖庙伫咧顾，伊个细汉囝同款，就是互伊拍呢，伊嘛是啊，无一点仔怨言。你看，这是毋是啊？大慈大悲呢？即种个妈妈心啊，六年过了后啦，往生啦，人伊呢？嘛真善解，啊缘呐、啊、真啊都是爱去啊嘛，安尼伊嘛足解脱了啊。人师父讲吼，啊去了后人伊会过来咧，啊换一个身躯吼，迄囡仔偌古锥咧，你看，就因阿弥的老菩萨都有智慧啊，有慈悲，各有智慧。阿嬷已经自老先生往生了后，开始投入做环保啦，做甲真欢喜。透早出来，手都安尼举起，哦，迄四栋大楼，你看迄拢二十楼呢。我开始咧做的时候，迄四栋的大楼啊，逐楼拢是二十层的大楼，我安尼一。站啊，一站去收呢，一天收两遍。伊安尼讲甲真轻安，真自在。我敢若听着呢，我着将内心呢佩服。但是呢，伊话头一转呐，充满感恩。伊讲哦，啊，迄大楼遐个人吼，我安尼几年来安尼伫咧爬吼。啊！因甲我讲吼，叫我免爬啊啦。因大家人逐天吼，拢会摕落来二楼。我即马足好命呢，干那安尼吼，入去二楼吼，啊，人个规间啊，迄纸啦、纸板吼，拢甲我冲甲清气清气。
我来就干那安尼个搬搬出来就好啊啦。你看，足欢喜的，充满欢喜。你讲老人，吃过遐尼济苦啊，伊那无善解啦，真正是足苦的。看现在呢，身体运动唔是真方便，确实呢，伊真甘愿，真欢喜的做，甘愿欢喜。这就是伊现在的人生，伊嘛是一直呢，拢讲啊，真感恩哦，大家做啊足欢喜的。管理员呐，就讲伊讲，他做的都没有钱的呢，一天两次，一天两次，好了不起哦。你看，这就是啊，用伊的心行啊。听师父安尼讲，对人甲人的感情一看会开，人甲人的姻缘伊真透彻，足甘愿的。有这个缘，所以伊爱尽这个责任，责任尽啦，伊就会当搁再踏上另外一步，那就是事业，家业真沉重，做过来。那现在志愿呢？环保志工实在真辛苦啦，不过呢，也真欢喜。你看，那那些日常生活感觉到讲吼，啊，真烦呐、啊，真烦恼又多啊，工课又多啊，干那一人，你那会当看环保志工吗？这实在呢。予咱真大的敬天吼，所以咱来喜菩提分。是环保志工，也是真甘愿的人生啊！大病带着迄个尿便袋，啊，要搁再顾病人，也要搁来做福田志工。你看，偌尼只精进的人生嘛，多样偌尼只坚固啊！所以呢。这拢总是咱爱学的，咱若是无学呢，实在是真愧对人生哦。心念啊，足重要诶，注意心念，必定爱念念如法啦。所以呢，这个心念在分秒中都唔通去互偏差去。所以呢，即刻咱爱时时顾好这个念头，爱即刻呢观念正法，不管呢。你的心对什么款的境界啦、啊？听什么款的声音？对着什么款的面色？咱来赶紧把咱的心念顾好，哎，即刻呢，观念正法啦，咱来如法啦。所以那安尼呢，咱才会当正定。好，那这个心则定会落来，则会当呢三省智慧。有了这点的心正确，智慧三省啦，那咱都袂去会偏差去。
这稳定了咱的道心嘛，就产生了咱的智慧哦。去和散乱，这叫做定的觉知，念人的法啦。那么咱的心都稳定。是无常，多一项呢是真的呢，多一项是永久的呢。看，时间不断过，日夜不断地咧轮替，暗时代替日时，日时代替暗时，这安尼呢不断轮转替换啦。这种轮转替换，这就是无常啊！昨不是今仔日啊，透早迄个早晨呢，已经不是伫现在。所以，在咱不知觉中啊，这个无常、无常住着的时间。时间分秒不相助，咱的心念呢有相啊无，嘛是无相助啊。伫数量处内底呢，咱都爱关心无相啊。咱的心念还是呢不断呐、啊，心住意变呐、啊。所以，这是不是拢是希望的幻呢？人都是因为呢，这种的希望法啦、啊，所以人感情啊、爱呀、啊，安尼纠缠不清，足痛苦的。明明咱的人生世间，都是不断不断安尼消失，对人的身体来讲，不断地在老。人定时日已过，命亦随减。这个烦呢，大天都伫咧念，但是啊，咱拢无法度提出境界来。这就是咱以遗忘为真呐、啊，这种希望的人生啊，咱甲当作真呢。所以不断不断地在对着情啊、爱呀、名啊、利啊、欲啊，安尼呢，这样呢真辛苦啊！真呢，就是因为咱未晓去选择真贵，既然是一切啊。都是希望，咱也不要要下呢，咱也随着时日，时已经过了，咱何必烦恼自心呢？既然呢，人生在变迁啦，咱何必去执着迄个爱来做烦恼呢？所以下下下去
情迄念的烦恼，咱若会当安尼，咱就会当慧命不断不断的成长起来。因为呢，咱的性命会一天一天减少去，但是呢，咱若会晓舍，舍去烦恼，舍去执着，那安尼呢，时日过啦。生命呢不断衰退啦，不过呢，咱呢慧命不断成长起来。咱敢无看到，在咱的佛教，真侪拢用莲花来做譬喻，莲花嘛是佛教的标志啊，有常拢用莲花为座啊，到底是虾米意思？咱知影，莲花是出自污泥啊。那么咱人生，在这个浊世中啊，这敢是一个污浊，好亲像一个莲池同款。在污浊的内底呢，那伊呢，浮现了一类一类的莲花，遐污浊的物件。咱知影有机肥嘛？那有机肥是啥物物件，互伊变成了肥料呢？就是啊，真侪粪扫，该接瓦来接瓦来了后呢，互这个粪扫呢化掉去，化掉了粪扫，然后呢，伊就有肥分。咱敢毋是同款爱安尼？所以呢，来人间才有福好行嘛，因为人间呐、啊、有苦乐，有污浊，苦的就是咱的人生的过程。那乐的呢，就是咱有福法好听，得到人心呐、啊，把握。这个人心再倒去，咱来真感恩，回顾佛法，所以咱来真欢喜啊！听佛法啦、啊，会当同我得到呢，欢喜充满。这样、啊、就是咱应该爱感恩的。那么在这个人间呢，有物质，但是呢，嘛有。清净，咱来到破除掉文化啦，低调烦恼，咱就一分的清净。所以，咱会当将这个人生啊，该当作是咱的肥料同款。不管是苦，或者是污浊，咱听了佛法了后啊，咱应该爱怎样？和所有款的世间，唯有呢，和咱使用权之意。不管你的财富，不管呢，你有偌年真多的享受，咱应该爱看得清楚。去足烦恼的啊！啊，我出国的时阵，伫美国的时，知影阮老爸伫遮拢一直卖伫大家乐，我就甲阮老爸吼带去迄个所在。哇，阮老爸吼竟然啊会当头隔空与大家乐，伊呢，逐工啊都伫迄个所在用电话遥控。阿妈是同款的，对着迄个大家乐安尼心安尼伫咧起伏，对着股票呢安尼伫咧起伏。伊讲好，伊安尼吼真烦恼啊！老爸呢想要回去迄个所在呢，较快乐一点，
嘛是无快乐啊，大家都。后来呢，伊决定转来啦，陪老爸转来啦，老爸破病啦，来过咱的病院，互咱遮尼正侪人会照顾啊，然后呢，用智慧的辅导啊，老爸呢最后欢喜啦，去掉了遐个无好的习气。去掉了遐个执着，安尼拢卸掉去，最后的人生呢，他解脱啦。因为呢，去掉了烦恼，了解了人生的无常，所以这位医生跟我讲：感恩啦，我若唔是倒来伫遮，我想阮老爸呢，都是一直继续烦恼到最后。所以我讲，咱伫这个所在，就是啦，伫咧修行。把烦恼呢，苦难呐，当作是咱的肥料，咱呢，唔通过去互伊染着啦。安尼呢，咱的人生才真正会当在佛法中呢解脱。所以舍，舍去一份真正的烦恼，应该呢，爱舍去了呢，一念间的烦恼。所以，请大家人。